是一个人，习惯一个人，算不算天分？怎么学会抽完烟一根，接着再一根，算不算看到了？你是秒成人，也不像我人，至少麻痹这什么，不需要管问。时间扪心自问，有多久后座没人坐，没人抱着我，没有撒娇电话，没有深情的吻，没人整理的房间像窗口门。Oh, oh, 有多久后来没有我，没有再牵手，没有再为了争吵谁先认错。没有深情的吻，没人整理的房间像伤口门。